转载自百家号作者，了解各种历史误区明末清军的战马，踏遍了中国的大好河山，有很多的明朝旧臣顺势而降，也有很多的神人志士奋起反抗。清军在扫荡了中国北方以后，对南方的南明政权进行镇压，弘光王朝历时了一年就被清军给打败。弘光政权覆灭后，时任吏部尚书的黄道周没有投降清朝，辗转流落到了福建。黄道周一生为大明江山费尽心血，他知道崇祯自杀后大哭了三日。在福建龙武政权建立后，龙武帝知道黄道周十分有才华，就招募他来进攻辅佐。此时黄道周已经快60岁了，他不顾自己身体的好坏，尽心尽力的辅佐龙武帝。这个时候清军的军事力量很强大，就在龙武帝倍感压力的时候，黄道周对龙武帝说，现在跟清军不打也是亡国，打也是亡国，我们应该主动出击，不要在这坐以待毙。龙武帝听了后就想北伐清军，清军士兵在是福建，那个时候是郑芝龙一个人说了算，军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，而郑芝龙是个投机分子，根本不会想着去如何保住大明的江山。黄道周看出了皇帝的无奈和郑芝龙的嘴脸，当时满朝文武没人敢去和清军对战，唯独黄道周自己回乡暂建家财征募士兵，然后告别龙武帝，带着自己招募的几千新兵出关迎击清军。明军出战，而黄道周的夫人知道他的这支军队都是些穷苦的百姓，马只有十几匹，武器都是些锄头和刀棍之类，去对抗清军肯定有去无回，但她依然跟随着丈夫一起出征。黄道周虽然花甲之年，但是他绝不向清军妥协，也绝不弹劾。黄道周三个月后被自己的学生出卖，他的学生骗他去江西婺源，说他在那里可以做老师的内应，黄道周相信了他这名学生，可惜他的学生不如他有骨气，已经投降了清军。就这样黄道周的部队在婺源被清军包围，毫无悬念全军覆没，明军攻击黄道周被清军抓住，然后送到南京监狱关了起来。清廷对黄道周也是十分欣赏，就让洪承畴来劝降。黄道周对洪承畴是不屑一顾，冷嘲热讽，让洪承畴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清廷派了好多人来劝降，黄道周只求一死。他在狱中又以绝食的方式对抗清政府对他的招降，清廷一看招降不了，就下令斩杀黄道周。在临行的时候，黄道周冷静地沐浴更衣，然后画了一幅画，然后昂首走向刑场。他朝着龙武帝的方向拜了又拜，然后咬破手指撕裂衣服，在衣服上写上了千秋万代大明臣子黄道周。他的头被斩断了后，身子还在那依然不倒下，老百姓见了此景无不悲声痛哭。黄道周纪念馆消息传到福建，龙武帝追谥忠烈，并在福州为黄道周立庙，并在庙门口的牌坊上刻写了忠心大公四个字。清乾隆皇帝时期，乾隆帝也很敬佩黄道周的忠义，又给他追谥仲端黄道周书法。黄道周其实就是个文人，他的书法造诣在当时数一数二，他的著作也有很多，光写诗都写了2000多首。就这么一个身体素质孱弱的老头，率领着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慨然赴难，而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却被清军吓破了胆，争先恐后的投降，还有的帮助清军南下屠杀自己的同胞。黄道周和他夫人的目的，黄道周的人格真的伟大。在魏忠贤抓政期间，别的官员见了魏忠贤都下跪，而黄道周是若无睹，从来不下跪，面对清军也是一样。黄道周从募兵出关开始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了很多人的反抗，也真的是死得其所了。